世界的淫秽当中，主，我们可以相处在这边，主，我们可以一起，一起参与许多的活动。主，你也知道在这几天当中，我们默契，我们的感情不断的越来越好。主，为这件事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你也让我们可以带着这美丽的回忆，可以回到我们家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感受到你的爱。感谢你。 把晚上的时间，把整个晚会都交在主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圣名求，阿门。